前两天康康给鸡翅西蒙乙喂了一条蜈蚣，现在怎么样了？我们一起来看。从这个角度看，没有找到蜈蚣的身影，而蚂蚁们都在忙碌着。我们换个角度观察蚁巢，好像角落里边有很多东西，我们去看一下。角落里是蚂蚁们扔垃圾的地方，有动物的残骸，有蚂蚁的尸体，还有一些别的零零碎碎的垃圾。看到没，有一只蚂蚁带着同伴的尸体来到了角落，然后带着尸体离开，估计是没有选好墓地。中间这个是蜈蚣的残骸，应该是蜈蚣的头，因为我看到了毒牙。那蜈蚣身体的其他地方呢，是全部被吃掉了，还是说被蚂蚁们藏了起来？我们一起看一下。角落里有个黑黑的东西，你们可能看不到，我把它夹出来，是剩了一半的蜈蚣，我把它放到盒子盖上。蜈蚣的头部和尾部都被吃掉了。从这一端看，蚂蚁们吃得很干净，吃完之后蜈蚣身体黑色的部分就没有了，只剩下一层壳，和刚才的头部一样，也只剩一个壳了，里边的肉都被蚂蚁们吃干净了。我们把剩下的部分还给蚂蚁，蚂蚁们又开心地吃了起来。鸡翅西蒙蚁属于蒙蚁，是吃肉的，它们的食量很大。今天康康在给鸡翅西蒙蚁喂一只杜比亚蟑螂，我们直接放入，刚进去没有蚂蚁注意到它，慢慢的蚂蚁们再靠近一只两只，更多的蚂蚁在逐渐的靠近，杜比亚也开始反抗，但是杜比亚一直躺着肯定不行，康康把它扶起来，但是它没走两步又给倒了，这就没有办法了，而且吸引来了更多的蚂蚁。蚂蚁多了，杜比亚也开始了反抗，不断用脚去踢蚂蚁，但是反抗也有代价，那就是会招来更多的蚂蚁。蚂蚁们轮番进攻，去消耗杜比亚的体力。慢慢的，杜比亚就躺平了，也放弃了反抗。2 hours later， 过了一会儿，我们再来看，杜比亚已经被蚂蚁们拉到巢穴了。有粉丝给我建议，给蚁巢加个盖子，蚂蚁们会有安全感。康康照做了，果然是有效的。康康拿开盒盖，杜比亚已经被制服了，虽然腿还在动，但是蚂蚁们已经把它团团围住。最终杜比亚被蚂蚁们成功制服。大家好，我是康康，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，请记得点赞关注我哦，我们下期见。